要大家陪我下水。OK， 我不要自己下水。我用眼睛陪你下水。谢谢观众朋友，你这两个超可爱的，身心灵都得到另外一个成长。记得在这边帮我挡一下，好。我现在对兄妹在自拍，我在直播，因为我要大家陪我下水。OK， 我不要自己下水，我用眼睛陪你下水。以两位多年与你同在，多年八天党的经验，你们下水过几次？寒流来的时候，寒流来。六星哥应该无数次。我下水起码二十次以上。二十次，对，最高纪录四个月跳八次水，一年半月跳一次，超过五次，也五次，也超过五次。寒流魔咒，对不对？对，越冷越寒流。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冷？其实我们这一次主场其实早就可以拍。对，一定要挑一个最冷的这一天才能上。上礼拜二剧本就出了，上面有太阳。应该就是我有得罪的。新陈代谢活动比较强。这两个超可爱的，大家不要看别人反派，我到狗之耶了。对，接下来用那个外力促进新陈代谢，会让自己的那个身心灵都得到另外一个成长。在宇宙间找到自己的空间，可以生活在这个地球。乍听之下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仔细一想，不够，当然不够。不错，进来看直播还可以看佑星哥拍戏。好，准备换我要下水了。阿斌有没有知道？小车，然后下面有我。没有，我说这边下水有没有叫我运动好了？斌啊，哎，先拍你一个这个来。好，镜头拆一下就来。好来准备。等一下，这个我是超滑。峰哥，我到这边就输了吗？对。一个人在这边帮我挡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没有江哥，江哥吗？没有。还有江哥吗？不知道在哪里。我不用。那个他的位置会在这啊。多一点吧，我这样跳下去就撞到啊。来，加入好一点。不要，你不要插谁啊？啊！这个全都清开。等一下，你稍微。稍微慢一下，我要看你打我就对了。大哥，你要想啊，大哥。大哥，我在背着，他马达松嘛，我让他背着。快点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来，想清楚，不然就一次机会。他下去。三分之一，怎么跳？等到现在就为了这一跳，哦，谢谢，可以。还好大家都有帮我准备毛巾，然后好像还有姜茶。谢谢佑星哥，问他们最有经验，他们跳过太多次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陪我跳水。